靠近年底的时候呢，很多聚会都喜欢玩交换礼物，可交换礼物这件事情就让大家很尴尬，因为你常常就是付出了心血，就是准备了很有意思的东西，然后以为会得到同样的回报，结果别人就根本把这当成一场应酬，就随便应付一下。所以呢，今天恐怕也会重演这个局面，就是有六位明星他们要带礼物来跟别人交换，可是他们会用唱歌的方法来介绍他们的礼物叫别人猜。欢迎六位哈，你们好。欢迎。六位当中，陶彦霖跟纳豆刚来过，郭靖有一阵子没有来了，可是更久没有来应该是杨一真、佳佳跟小雨吧。小雨很久没有来了。对。所以今天他们来呢，一方面恭喜他们都出了新的作品，另外一方面他们带礼物来要跟其他的人交换哈。那当中有唯一一个不是歌手的呢，就是这个是哈比人吗？是，对对对，我今天是哈比人的造型，因为我最近得到网络票选那个哈比人的冠军，然后想说就是得到这个的冠军是开心的吗？当然要，就难得是冠军，也是冠军啊。这有别人参赛吗？有啊，第二名是虫虫。然后我得票率是45%，他才13而已左右。可是他也说是最帅的矮个子男生，还是最怎么样的？最适合演台湾版《哈比人》的男主角。是，我就一个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开心一下。我很难想象有台湾版《哈比人》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就觉得还不错。那纳豆呢，是唯一一位今天是带他的新书来的哈。对，可是你知道，因为我们节目有个恶势力，就是陈汉典先生的书长期盘踞在这个位置。哦，对。他有警告说不准把他的书从那个架子拿下来。也不一定是说，也没有很难啊，就这样就拿下来啊。其实也没有很难，其实也没有恶势力，其实没有恶势力。我们每次想要拿下来，都会吓到一直发抖，哎，就怕得罪他。不过冲着激我，对，冲着纳豆。送给你的这本书前面写的这句话应该就可以拿下来了。他说小 S 希望你喜欢这本比汉典的书好看很多倍的书。哎，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讲，哎，我刚才翻了几页，你的书真的比汉典的书好看很多很多啊，而且好有感情哦。而且是你自己写的吧？对，我自己写的。因为这本书，我觉得它是比较让人家觉得，我觉得我这本书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，我觉得只希望看的人可以有时候嘴角会往上扬一下，或是突然有点想哭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刚才只看了前两篇，我就已经笑到想哭了。这么严重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我也来试试看。我也来试试看。可是我看汉典的书是还没有翻开就很想哭，很不想看这么。没有，可是很多人听到是你们两个帮他推荐的书，其实大家就会去买。没有，我们在节目里面极力诋毁他，就请大家千万不要买。这本当交换礼物，请问谁要？谁有兴趣吗？佳佳你要吗？不要。小雨要吗？这梦想收吗？接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哇！总算送出去一本了，我的妈！万一就站在这个位置都让不掉。我用买的。看点我用买的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马上失望，马上就会到二手书店去了。我跟你讲，大家翻阅一下，因为我们收到送的人都会把它送到二手书店去卖的，因为不好意思当他的面丢掉。不过你也可以买，因为现在已经停产了啦。哎，我那个排名还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除了纳豆今天带新书来之外呢，其他的人带来的是新的专辑哈，郭靖的新专辑《我们都能幸福着》。对。OK， 所以这个封面 PP 间坐在房间里是就是后面的那些摆设其实都跟我以往的一些小时候。大哥你在干嘛？啊？为什么要脱脚啊？我就穿得很不正经啊，我先脱下来。啊，对不起，你说后面的小摆饰都是跟幸福跟我有关，而且是跟我有关系的。OK，然后呢，陶彦霖，含手指。学哈利波特有闪电在脸上哎，对，是为了哈利波特吗？因为我的第一首主打歌是神魂颠倒，然后就有个闪电，想要让大家有个 mark 记住的感觉。OK， 杨一真，你听说你这一年来通通都在演唱啊？对，都在可以说名字吗？可以啊，都在 Easy By， 就是继续磨练自己的能量。一个礼拜要唱几？大概两次左右。所以这张专辑是等了多久出现？一年4个月。那还比小雨短，对不对？3年。你3年齁？你是本来有打算？你很会唱，竟然等这么久才出？没有，就是自己其实这3年都在幕后比较多，就是幕后的就是一些制作、写歌啊，然后
这几位唱起来不知道谁厉害，因为真的都很会唱。对，佳佳上次来说是刚得金曲奖的时候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次是因为有演唱会吗？对，跟白安29号在 Legacy。哦。对，冷静与热情之间。所以你是什么演唱会的名字吗？对，所以你是代表热情的吗？对，我是热情的。他很难代表冷静那边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大家今天带的礼物啊，我们先来晃一下好了。陶彦霖，你带的东西给我们晃一眼好不好？好。这么大包，很大的耶，蛮大。不过通常交换礼物是越大包，大都危险的。哪有？可我这礼物就是在 party 里面都一定会用得到。佳佳礼物可以晃一下吗？感觉好热心哦！大气，这光看外形就比陶彦霖的好很多啊！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大家一定要不要讲太慢，这个非常可爱的东西。小雨的礼物晃一下。哎呀，哇！这个肯定是猜不中歌的，猜中了才要拿。送出去，这个是真的礼物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要贴这个。我对这个比较有好感哎，我觉得上面有扎纸花比较危险。嗯，因为这个礼物感觉很有节庆的味道。而且赶走朴实路线的包装，就表示他对于里面的内容比较有信心，才会这样子吧。这郭靖应该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我的还挺好的。你一直在线上啊，是不是？好扁。不过纳豆的礼物很，我有信心。因为它东西都蛮可爱的，通常包成酱，通常是银楼买出来那种盒子，有没有？银楼，我觉得纳豆的礼物应该是送你才会开心，因为它的东西我都不是很想要。它标榜那些小物，你不喜欢吗？我没有喜欢。我跟你讲，那小物受欢迎翻了。但这个东西，他每次 po 在网络上那些什么手机吊饰啊、钥匙链，都是非常可爱的东西。我现在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，我连发出，要讲这些，我连发出哇的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。姐，但这个东西异常适合你，真的吗？如果你猜中啊，你不能猜，但没关系，很可惜。S 现在也不是那么投入激烈的生活，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适合？这个是很适合大家的，是开瓶器吗？没那么浅。你现在追求只有这个，可能是一个扁的酒瓶装的威士忌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位让佳佳先抽吧。是。交换礼物游戏规则：来宾抽签决定优先猜题者，经由演唱歌曲中寻找礼物的蛛丝马迹，由主持人判定礼物的好坏。好礼物的话就可以立即获得，若是礼物不好的话，就会被要求强迫要收下。请抽。好，佳佳抽中哪一位是要优先接受他的礼物的呢？所以呢，佳佳现在要上台来唱一首歌，是请大家从当中得到暗示来猜他带的礼物是什么的。好，那他唱完之后呢，他会告诉小 S， 偷偷告诉小 S 礼物是什么。所以小 S 如果听了觉得说哦礼物很棒的话，那必须猜中了陶彦霖才能收到一个礼物。那如果礼物很烂的话呢，小 S 就说陶彦霖你猜不中的话就罚你收下这个。所以加油了哈，佳佳请上台。
这边来，不过里面有很多线索，对，很多线索，很多，好像有风筝，风筝 ，diamond 那个大小都有可能，钻石、星星，不用想，不用想钻石啊，最多是水晶，风筝有可能，我已经完全猜出他的逻辑了。如果他一首歌里面这样被你们猜出来，不可能。这首歌叫《知足》，脚底按摩券。哦，这么大哎！陶彦霖，因为他歌词是该怎么拥有嘛，所以应该是也是相册之类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要就是记住对方的每一个拥有回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回忆有关的商品，所以我应该是相册。因为是相册，对，不是脚底按摩卷。不，我觉得不是。可是如果相册跟脚底按摩券，你比较想要哪一个？脚底按摩券。佳佳，你可不可以到他耳朵旁边，小声告诉他是什么礼物？啊，到底什么？能懂吗？这么长，好像很难理解的感觉。是什么？讲那么久。这个表情，表演过了表情，那表情怎么办？什么？是。我觉得这绝对是惩罚吧。绝对在这个范畴之内，可以非常精致到，比方说限量的话，它可能很珍贵，它也可能就是连地摊上都有，所以而且很有可能你就是属于迷恋这个东西的那种人。我知道是不是有关于五月天的周边商品？我们怎么可能对于五月天的周边商品露出不敬的语气呢？对对。你说是限量或是迷恋这种？哎，这个东西真的是世界上有人非常爱它，可是也有人他就是对它就是少榴莲之类的吗？通常这个东西是轻的话呢，就比较适合是妹妹们；很重的话就适合是男生。可是男女都可以用，可是男女都可以用，可是轻的比较是女生喜欢，重比较是男生喜欢。哑铃吗？对，太轻了吧，还不错。要面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增高鞋垫，因为男生喜欢多啊，就重啊，重啊。对，可是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？知足啊，知足。好，所以 S 他猜对还猜错？算了，他猜错了，他猜错了，所以要把他收下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你必须收下这个礼物。开礼物，请开。哎，毛茸茸的，毛茸茸的，哎，这是活的吗？这什么？高兴，对，这什么？这个是蜘蛛啊，还是？我们打开去吃，打开看看，蜘蛛吗？真的是蜘蛛，它是超契合这首歌的。蜘蛛啊，蜘蛛，对，蜘蛛蛮适合你的，真的吗？这个是要放在哪里？你可以包在身上啊。谁要包在身上？原来没有那么难猜的，就是蜘蛛，蜘蛛嘛，就拿的。那对你帮陶彦霖包在身上，不要追我，不要。他刚把大蜘蛛，怎么？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其实有一点可怕，因为我自己很怕蜘蛛类的东西，所以你就是世界上怕的那种。对，我是怕蜘蛛的。你快要哭了。刚好大蜘蛛。为什么收礼收到哭啊？为什么会说？为什么会？没有人听你解释。穿的服装比较适合这个蜘蛛的感觉，这个太酷了吧！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填充玩偶是女生喜欢的，然后公仔是男生，你也是男生，可是呢，就是没想这个好像比较适合男生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女生应该完全不知道，因为它的设计是让你可以攀在家具上。如果是帝王蟹，感觉酷一点，就可以站在头上去购物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说好适合你啊，那只鸟已经拿掉了。收到这个礼物，你肯定会发，总是会有好事。是你的，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你觉得这蜘蛛，一只蜘蛛趴在肩膀上，这是好事情吗？因为它有眼睛，它有眼睛，它挺俏皮，蛮酷的。它有眼睛，不是因为你就是散发一种黑寡妇的气质啊。
不过 Spider-Man 里面黑的那一只是坏的那一只，所以有邪恶的气息。你本来人就是感觉是坏的、啊。知道。你要转送给我吗？可以吗？那我再送你一本汉典的书好不好？哇，你还不错了，比蜘蛛好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S， 你觉得这个礼物比你想的好一些吗？我觉得以它的设计可以攀在任何东西上面，这件事比我想的高级很多。嗯、可是家里有小孩会喜欢这个东西吗？家里有公婆的话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。那我让给你，直接送给婆婆。那我这边收下了，谢谢你佳佳，唱得很好听。接下来我们给小雨抽好。小雨抽。小雨抽到的是，哦，你要猜，佳佳来猜啦。小雨的礼物，我们刚刚判断觉得可能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完了，小雨等下上台唱歌喽。这种歌录的人，在洗澡间唱歌的时候也要这样子，就很累啊。手会停在那边，应该没办法同时冲澡吧。所以佳佳从这个歌里面来猜东西。我觉得我好像要提示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先说好了，我的应该是惩罚。哦，是哦，说不定也是听了觉得是嘉奖，因为像蜘蛛，我们就觉得很棒啊。没有，只有我，没有，是放在我身上。拿出来之后，发现它的那个线条。不过佳佳可能承担力很强，因为佳佳曾经收到过蔬菜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那是也是交换礼物吗？不是，生日，今年的生日。今年生日收到的，谁送的？就是 Masca 的贝斯手。好，刚才那个歌词里面的线索有玫瑰、指环。我觉得可能有调味料哎，因为他说苦与甘。苦与甘可能是调味料，所以就是盐跟胡椒瓶配对之类的。Only man， 面。哦，我觉得 only 可能是凤梨耶。偶来面。其实我本来要送的其实比较正常一点，但是。就觉得应该有趣一点 ，OK， 就公司就想了这个梗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你可以对他咬耳朵讲一下吗？啊，惩罚？我觉得有人好像猜到了。可是是惩罚还是嘉奖？对我来说是嘉奖哎。哎呦，真的哦，我觉得很实用，而且我喜欢。所以如果佳佳猜中了才能够得到，猜不中就给你。对，我觉得佳佳也是嘉奖。然后有一个男的跟女的，刺刺的吗？对，是那个。不能告诉你。对，但送这个礼物的原因，我自己也喜欢，是自己也蛮爱的。然后而且这首歌其实就是也是有温暖的感觉，而且就是
他会让你男女都可以收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几乎都是喜欢，应该是凤梨，你觉得是凤梨吗？你猜不中的话，这一盒就归小 S 咯，没关系啊，猜凤梨是吗？很抱歉，猜错了。来，你拆开来吧。这公司是怀抱着幽默的心情，是不是？幽默。香蕉。香蕉吗？包装纸和盒子比的礼物。哇！怎么样？是惩罚可以吗？还是你喜欢的？你是 Only Man， 就真的是面哎，就是好吃哎，泡面，这个是面，还不错，泡面 ，OK。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我是 Only Man， 然后就取那个英文的谐音。这好可爱，纳豆你猜对了耶，你好会猜哦，厉害，对。今天小孩子要让给你吗？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好像花太多钱买礼物了，这样。你的比他们的都贵吗？贵，目前为止是最贵。你的是限量珍藏那类的东西吗？没有。哎，佳佳，你要没收啦，交给小 S 吧。好，我们要给纳豆抽了。是，换你抽。纳豆可不可以直接就让大家猜礼物，不用听他唱歌啊？不是，他没有要唱吧？我有。因为我们时间也很……没有，赶快进。谁猜？哎，过去。哇，你就唱两句就好了吧？不可以，完整的。完。因为要唱啊，对，唱歌之前就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的这个新书的这个签书会，好，12月23号在这个诚品站前店。然后1月12号下午跟晚上在台中跟高雄这样。郭靖要陪你站在那边吗？哎，我抽到他是我要唱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唱啊，可是你可以用深情的眼神望着他。不要，不用，我太紧张，这样子。他牵着他的手吗？不可以。你是要认真唱歌吗？认真啊。这歌跟爱情有关吗？完全是一个爱情的歌。好，那就牵着郭靖的手唱。不行了，不要唱这个。可以啦。不行了，因为我们听你男性的歌声，同时起码画面可以看到郭靖。那站旁边 OK， 来。郭靖陪他站一下。好紧张。好哎。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时间还很多，你可以等我。等一下，以前我不懂得，未必明天就有以后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，和你爱的歌回头，跟你的心回头，连沉默也痛。遗憾是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回头，恨不得你回头，想见不能见最痛。你有什么好唱这首歌的啊？可是我们听出来是什么歌还不错。当然，我觉得就有进步一点点吧，跟以前。郭靖，这是你听过最烂的歌吧？不会啊。你觉得他唱的不烂吗？更烂了。很有特色。这样的歌声你还不觉得烂？我就觉得你完全没有品味。我觉得汉典都唱的比这个好。对，他真的比较会唱。我没有看到什么物品，对不对？血玉。对，我觉得要感觉。如果是你提供你的血的话，我觉得。你应该杀我吧。东京铁塔的模型，对的灯，哇，它是 OK 泵。东京铁塔为什么叫 OK 泵？感觉就是滚轮吗？因为有滚动，滚动。其实我唱的我的东西，我想跟你也无关，就是我的东西真的有出现在这歌里面。性质哦，你们讨论一个啊，呼吸器，灯火，呼吸器，呼吸器吗？呼吸器，呼吸器还蛮贵的吧？是性，对啊，而且买那个感觉上很奇怪，小氧洞石会呼吸的洞。洞什么东西？就是那种什么水晶洞啊，然后会金洞，那很厉害，蛮贵的，很贵才的那种。好了，我跟你要不要跟你两个讲？阿啾，好东西吗？我会愿意用，真假的？不错啊。对。
对我个人来讲是好东西，可是其他人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们都用得到，都用得到。怎么会买这个当礼物？因为这个不是很浪漫呢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人。是量血压的吗？你说是电动牙刷吗？电动牙刷之类的吗？为什么？或是因为牙痛的关系吗？对。所以这个应该算是猜中才可以得到的礼物吧？好啊，关键如果你猜不中的话，这个就要交给小 S， 他会把泡面交给你，跟你换了。好，那我爸很爱吃那个牌子，我刚好看到。OK， 你刚好看到这个牌子，所以你已经开始放弃吗？你猜猜看，是软的方向没错。软的，好，你要猜喽。歌词里面就有出现，真的吗？真的很好猜。那先猜一个。东京铁塔软性的模型，对，因为还没有吹气，它可能是扁的。错，我有的时候会在节目上说，我还蛮需要这个东西的。你这样他就会往情趣用品那边猜。节目上，抽痰器，我什么？这个是要帮人家拍背啊，对啊，拍痰不是，可是也是跟身体有关。卫生棉啊，卫生棉跟歌里面哪一个你觉得是有血液？血液，然后会呼吸的痛吗？应该不可能是送卫生棉。好了，给你提示是歌名就有出现这个东西。哇，这样更好。呼吸，呼吸，呼吸。再来几次你就知道了，你再念十遍你就知道答案了。你是在急救某人吗？呼吸，呼吸，用不同的音调。呼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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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不同的注音走向看看。你说用不同的注音走向看看。呼吸，呼吸，呼吸，呼吸。你要猜古籍是吧？古籍，古籍，古籍，古籍是什么东西？古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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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籍。呼吸，答对了，恭喜你！容易你需要呼吸，呼吸啊！我为了这个专门跑去药局买，要看长什么样子。呼吸好，是品质很好的。OK 啦，你应该没有送过别人呼吸吧？没有，是这个样子。呼吸啊，而且调整的那种。好看，黑色好看，黑色可以调整啊。你说调整什么？就调整松紧或者位置，那就是它。哦，它这边有这个，它可以调整。专业的这种，还是你要？运动专业，你不想要吗？他跟你换泡面，那你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这个给你，那我还另外一个再给他，这样真的吗？别有加码对不对？因为说真的，我带呼吸来的时候，我还要追郭靖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可是有两个吧？一个呼吸要不要两个吗？有两个膝盖，两个膝盖，一个选一个选。你看来宾比较不错，是呼吸。不是你看，你看卢书豪有没有打球？就那么一边而已。只有一个膝盖。没有，我说因为这首歌是会呼吸的痛，所以我想到麻烦你明天把另外一个补。我要两，好好好，这送了，这送了。然后想说跟呼吸有关，所以我送另外这个是比较厉害的，这个牙刷，它就是它是用纯金在里面，金离子，所以刷了可以防口臭。明天记得再给我另外一个呼吸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唐延龄抽。小雨，小雨 ，OK， 小雨。所以唐延龄你要上台唱歌咯。对。的沙发上，还有你拥抱的力量，起身才看见孤单的形状，在空气里曝光。明是咖啡不加糖，怎么喝还是懒洋洋？你不在的天气。就黑暗，我看见爱一直闪亮，现在剩一个人坚强，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，我还懂不懂飞翔？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，想逃的心也变了方向，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。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。谢谢，很好听，来，唐延龄这边请。我的礼物，我想我们就决定是热汤吧。但是我也有可能是咖啡，咖啡还有翅膀，有可能是鸡翅膀，灯泡。
又有闪亮，它是 party 用得到的沙发，沙发，太小了，用得到的闪亮，你是单沙发会亮的东西吗？我知道了。我觉得我这样太会猜，因为这个节目变得没趣了。觉得是包起来的汤吗？还是不可能？他刚刚前面说 party 用得到，然后这边又说闪亮，一定是闪亮那一颗球会转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风水球，是那个光的，营造出像夜店的感觉。我觉得是翅膀，很多汽车车上也有。翅膀变装用翅膀 ，party 像蜘蛛的功能一样套在身上的。方向你要猜吗？等于你可以咬耳朵告诉他，他决定是惩罚还是嘉奖。他大了很多。好长，对，不太懂，是不是？要是我个人是不是很想要？有那么不好吗？怎么本来是可以用，可是它同时又有另外一个东西让我不想拿。不会啊，怎么会是这个东西？可以拆，那可以拆，可拆。有一部分可以拿掉。对，那可以拿掉。OK。OK 的。是惩罚对不对？而且是我亲手做的。更糟，小雨是惩罚，所以如果你猜不中的话，你就要收下了。也没有到惩罚那么严重啦。这一集接下来时间都要把它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。可是热汤的。你觉得是身上的翅膀？道具翅膀之类的，来给他拆开来看看吧。恭喜你，来。答错了，答对了，答错了，所以他必须要收下。来，小雨拆给我们看吧。Oh my！ 这什么？他发出了一声 Oh my！ 大家好棒，很漂亮啊！加油棒，很漂亮啊！加油棒，厉害的！没有那个荧光，有两段式的，两段式的，由我来为你介绍。它有灯啊！哎呦，对，它有灯，它有灯，对，它是闪烁荧光棒。很漂亮，哎，有两段是可以灯的不同选择。这个灯现在很定贼吧？然后上面还有那个手可以用的。对，黄燕玲她本人是歌手哎，你知道她拿了荧光棒去哪里？这就他自己可以用啊，因为我这照片可以拆掉。那它外面那个很像把它包成花束那东西是可以拆掉的吗？可以拆掉。如果拿着这个去演唱会挥舞，人家不是以为你是要结婚还干嘛吗？是啊，我想说这个 party 可以用啊，很应景。我们没有紧到你，没有紧，还不错啊，还 OK 了。不好意思，小雨，你猜错，所以你整集都要拿在手上。谢谢。发现了，要拆。不过你可以把陶彦玲的那个照片扯掉就是。没关系啊，那个先放上去 OK 的。是啊，漂亮。你再让它闪呢。哇，它好亮哦！它自己会闪啊。我不想聊荧光棒好不好？搭建还可以。好，汉典是，我们给梁一真抽。啊，那都 OK， 那都来，梁一真唱歌，请上台。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。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。是否你眼神的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来，一间这边请。今天是一个我很用心，因为我是很会煮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煮的哦，所以没有让我们猜的意思。你又唱红豆，说自己煮的，太明显了，因为里面有写永垂不朽嘛，所以是什么？应该是红豆汤吧？他自己煮的。为什么永垂不朽是红豆汤？歌词里面有永垂不朽啊，我刚刚可是永垂不朽跟红豆汤，永垂不朽是红豆汤。不要本来想猜另一个方向，就你们提醒了我会煮东西，所以我就猜回来。你本来是想要猜跟胸部有关的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还在研究他的歌词啊，就战斗啊、温柔啊什么。其实这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啦，就是这个东西会让我在就会想起我
就是已经离开的爸爸。OK。对，这个是他在的时候，然后他不吃甜的，但是那我说出来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他唯一就是会喜欢的甜点。然后就是每次天气冷的时候，我都会煮，然后煮给他吃。所以他只要吃到就会高兴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是希望送这个是希望，得到的人啊，你就是会可以去想起你想念的人，然后多多的跟他，就是告诉他你爱他，或是去抱抱他。人家梁英真的红豆汤的故事是真的，然后和那个纳豆在书里面讲妈妈不煮鱼那件事情，因为我妈妈真的，对，她真的不煮鱼了。你看人家是诚恳的人啊，我的书很诚恳吧？对啊，是那个是不一样的故事了。麻烦你收到的时候就把它喝光好不好？今天大家一起分享，我有为了带你随身杯。谢谢谢谢。其实这不只是红豆汤，这是红豆紫米粥。哇，那更适合纳豆啊，可以咀嚼，就是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温暖。所以他现在就要品尝了吗？对，是热的。谢谢谢谢。这个杯子还蛮可爱的。对啊，这杯子杯子没有要给你，为你。我觉得你品尝美食的词汇应该比陈汉典多吧？来，好好讲一下。好弹牙哦。真的很温润，很舒服的。所以吃得出来是自己做的，而不是店里买的吗？因为店里面买不可能买到像这个料这么多，这已经变成有点像类似固状，因为它真的太多，因为它是紫米熬的，所以是浓稠。而且我觉得杯子很适合送给纳豆，哎，真的吗？这很像是你的风格，好讲，融合一体。杯子没有要送你，对啦，但真的很好喝。所以他是现场要一口把它干光，他们一锅吗？麻烦你喝光好不好？其实我有带一锅，可以就是一锅都给他喝光啊，大家都可以。节目剩下的时候你就一直喝吧，所以我们只剩一位了，是郭靖。那还没有杨医生嘛？我哦 ，OK， 所以不用抽了。好，哥跟那个礼物的关系很靠近吗？非常 close， 所以很难不猜中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郭靖上台唱歌。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，那是我们被困在路边，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。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，的那个暗示很明显吧？对，里面我是听到屋檐，不可能送你屋檐，折起来。我觉得是情趣用品啊，缠绵吗？哪边看它就是永不放晴的缠绵。我觉得你今天整集都在想情趣用品，就一直希望有人带这个礼物来让大家高兴一点，就没有。不会是雨伞吧？我的这个礼物也是男女皆可使用，雨伞是大家都可以使用啊，雨衣女生尤其开心。他刚刚说假发，他刚刚说靠近 close， 然后又说 rain， 雨衣，可是雨衣跟缠绵会不会是保险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推这么远啊？这么大的保险套吗？可能是一，你知道一系列的哦，对，整套的，嗯，所以一真要猜，其实我也猜是。雨衣耶，雨具是真的雨具，对不对？对，偷偷告诉小 S， 觉得是奖赏还是惩罚？好，你觉得是？是奖赏，因为我也不敢得罪这个礼物。所以是有群众基础，这是很棒的礼物，真的吗？
郑志勋应该是最好的里面，最好什么？郑志勋的专辑吗？对啊，你看歌名啊，郑志勋啊 ，Rain。你是说韩国歌手 Rain？ 对，你为什么要讲他本名啊？你会讲他全名啊？你是跟我说你是本名？你手机里面登录的是郑志勋吗？郑志勋嘛，对啊，所以郑志勋是一个 Rain 的专辑是吗？也是有可能，可以往佳佳的方向走，那就是一张。郑志勋，你猜是郑志勋的专辑是不是？郑志勋，范晓萱的专辑。范晓萱的专辑，我觉得他如果猜错收不到的话，可以把这个送给佳佳。哦，对，因为他对郑志勋很熟悉，他竟然知道他全名。猜错的话，我们就要让给佳佳哦。好，好，麻烦你拆礼物喽。好，这个是你自己有的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的女性朋友都蛮喜欢的。是什么？他的写真集？是写真集来的，是郑志勋，是郑志勋写真集，演唱会的 DVD。啊？怎么？哦，里面有专辑吗？有，还有 DVD 哦。有，是不是？怎么这么好？好棒哦！里面有 DVD， 自己买的，自己猜对吧？对，我猜对了。DVD， 你猜对了。所以你知道女生喜欢这个？对，因为我身边周遭的女性朋友都超喜欢 Rain 的。OK， 这个礼物跳的应该蛮安全的。对啊，好棒哦，很棒。所以对自己都觉得超对题的。S， 今天哪一样最让你傻眼？我觉得我现在一直视线无法离开那个亮亮的东西。没有啊，有亮亮。我觉得小雨拿它有一种散发无奈的感觉。感觉小雨一录完就会立刻拿那个扎向化妆间的。好，谢谢你们带礼物来，希望你们的专辑成功。谢谢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